点解咁多少男少女都会嚟到西九龙中心寻宝？上到嚟一楼嘅西九市集，同埋七楼嘅苹果商场，你就明啦，真系追星一族嘅天堂。呢度你可以揾到最多最齐全偶像嘅周边商品。讲到潮流，当然唔少得我哋香港人嘅男团 Mira 啦。西九龙中心一楼嘅西九市集呢一度，有一家小店是专门售卖各式各样有关 Mira 成员的收藏品或者应援物，最吸睛的一定是这一套公仔，原来全部都可以换衫裤鞋袜的，还有很多配件可以给你换，那就滴滴都可以有新造型啦。当然不少得的是一些精品卡套、散纸包、孭袋等等。上回七楼的苹果商场，近年风魔直卷全港热潮的更是一众的韩国 K-pop 男团女团，一众的粉丝为了支持自己的偶像，经常都会四围扑看看哪里有最多最齐属于他们的周边商品，无论是杂志、poster、扭卡机、figure、公仔、card game， 即是你想得到都会找得到。哪里可以找到这么多这么齐全的偶像商品，就记得来西九龙中心这里寻宝了。